耐咗佢。黐线，极恐怖，双眼红筋布满，太早被人发现就系死，太迟被人发现都系死。Yeah。冇得执，黐线，两边俾人夹死，有人嚟啦，低能，好难玩，黐线，完全冇咩头绪，我觉得两边都好难玩。我是第一次觉得好难有头绪，即是完全是不知道。我刉落去射脚都会即死，射屁股已经是 对穿。好了，契弟。黐线，这样看到我他什么有什么可能，我完全是。唔系知道系发生紧咩事啊，大佬，你过嚟啊！哇，两条友我啊知，我啊醒目，暗度陈仓，我哋班白痴，哇！佢识得走交叉走位喎，大佬，喂，拧翻过去啦，两个屈我，走啦！三件，黐线点玩啊喂！低能，我根本被屈死喺嗰个位，做咩都系已经系俾人将死，一定要够快，有啲意思。ECQ 一定要 Q 咗先，好，即刻匿翻入去先。咁呢个契弟赖行功，近出嚟啊！契弟一嘢射穿你心脏，过嚟。你又好贱格，佢就知道啊！过嚟啦，白痴！好，又再回收翻支弓箭。好，咁我可以杀咗两只噶啦，好肯定有砖头，好戆居你啊！咁醒目啲啦，艾莉。大祸啦！杀咗四个，同佢斗射，好鬼大祸。但至少已经知道玩得好啊！嗰两个位系啊，好，哇！佢已经知道啊，咩保持警戒？今次因为佢碌咗落去过嚟啊，点都好，要一定会有个人出嚟啊！黐线咁醒，滚地葫芦！黐线啊！点解咁聪明，识得学习嗰 AI， 知道你 cam 得佢多，应该系呢条路啊最易啊！好，先杀一件，好嚟啦，第二件神箭，人工代发过嚟啊！你试下。我唔信你会再碌，你咪紧出嚟。喂，佢系真系识学定咩噶？究竟啊？唔出嚟？
好，哇，两个人啊！黐筋，大王已经人惊动咗人啦！黐孖筋点玩呢？可以吓、啊，同一招对圣斗士冇用。有人话杀完左再杀右，好啊！黐线咁快，想执翻支箭都难。哇！哇！好难喎、啊，大佬。只 game 整得好唔俾人屈机，要冷静啲玩，好杀落去，睇做咩事？我系唔知道，我系犯咗啲咩过错。我发现我近身系冇可能赢，只能够用箭嚟 KO 佢。一俾人知道，除咗暗杀之外，把刀已经系废。被人虐杀咗好多次啊！你劲靓啲啊，头都爆！好，冷静啲先。好嚟啦，呢、這个契弟。Ellie, you gotta do something. 好嚟呢边。我系右边呢度行下啦，是时候继续行动。好，呢有契弟，此时佢已经见到我。一玻璃樽，然后去死啊！食玻璃啊！系咪一定要杀晒啊？砖头同玻璃樽冇一嚿护身都死硬，近身至少有呢啲嘢，要唔即系瓜得老陈。唉，好过去，哇系，黐线啊！争啲啊！佢话咩不趁现在冇机会，我一焗住要攻，好似行呢边易啲，我觉得。好散。嚟啊！啱啱差啲杀咗个开锁佬。Ellie, you gotta do something. 呢度又有人啦。零波。好啦，哇，两个人点搞喂？哇！点搞啊？嚟紧啊佢。
威能哇！我的天哦！黐线，好聪明，低 B 都冇人走。好杀！死贱仔唔知贱咧，唔俾人执翻。条尸好白痴，你贪我支箭做乜啊？等你而家做实呢度，可唔可以咁样？正蠢材，好，好又暂时可以骚扰住佢哋先啊！佢哋唔拆够嘢字。玻璃樽，咩事哇？佢成日啲呜呜声，我都吓到我黐线。哇！呢度已经有人，楼上呢个契弟杀咗佢先。攞翻支箭先，好宝贵啊，大佬。所以点解我啱啱冇？所以我之前留住啲箭系好啱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你之前叫我系咁用，时间有几多？不多不多。好，又嚟啦！成蠢就同一招繼續中計啦，懵丙！哇！我的媽！黐線！俾人一錘嚼，打我變白痴！好殺！喂，又揽住我支箭过世，执翻啊！好，又执到啦，水樽、玻璃樽。最强兵器，我的妈啊！黐线，我第一次见啫，你攞住刀啊、箭啊，成堆架山，嗰、那个人系完全唔惊，冲埋攞拳，系够姜攞拳头嚼你啊，低能！哎。黐线，有冇咩计仔啊？早啲杀，都系斗快嘅，我都觉得系。佢识避啊，黐线啊！条友啊，你见唔见到嗰下避个头避得几靓，黐筋！你真系好贱噶，死仔包，冇得执翻。好有个契弟，我好惊啊！
啊！你得嘅，艾莉。又好癫啊！我见到嗰啲跑姿已经知佢精神病汉。你有冇得整嘢先？乜都冇得整，食屎！有咩惨得过玩啲难度，执嚟啲嘢都唔够整嘢，是但有粒炸药都好啊，大佬！出去睇睇啦！黐线，一夹出去，一唔夹就死。已经完全不知点玩，行下呢边咧，碰下运气。黐筋。嚟啊！哇！好劲一下我啊，瓜大佬，好难玩啊，老友。我一秒慢啲就死。好，杀咗啦。又俾人执钱。又被人发现，唉，要点搞啊？左右两边都好难玩啊，右又可以杀多几只啊，感觉上左边啲人就好密集，而且好难杀，右呢度可以屈佢几次。呢度殺到，俾人執戰。喺呢度有個契弟上嚟嘅，靚啊！而家杀咗两只畜生，应该点做？之后已经唔系好识玩呢两个，我啊梗杀到啊！呢度仲有一个，仲有一只畜生，杀埋佢，啲又系咁上嚟，好惊我背脊，唔可以留太耐，成日唔知啊！哇！不趁现在冇机会啊，好麻烦，即系又要急啦，而家又要骚扰啲开门佬，好嚟啦，唔开门啦，跟住呢一度先麻烦啊，喺呢个位啊进退维谷嗰下先惨，我话俾你听。先，好嚟啦，好啦，呢度有个畜生，哇，好惊啊，大佬，有拆门，暂时逃过一劫，哇，呢度又有人。一招中计啊！得翻两支，我的妈哦！哇！啊！佢
佢又会知道我喺度。超难玩。我杀咗啦。是不是一定要杀晒？好似应该是啊，我似乎黐线，真系无双，三国无双，大佬。黐线又会见到啊！你真系劲。过嚟啊！过嚟啊！低能仔。病跟住就死，你头两只一定要杀得好 perfect 嘅，好杀得靓。咁啊冇啊，自第一支箭已经宝贵嘅箭已没有了，哎有啦，有时你要踢下条屎。好似射头先有一执噶，你插身体唔知系咪？好嚟啦，有一个契弟，喂，你又唔嚟啊？食屎啊你！点解佢会改变行车路线啊？黐筋啊！咩？你猜对了，佢话古洞门，洞门有咩好猜？佢都听到，又唔系密码锁。有鬼啊！冇人理，有啦，我黐线。转移阵地，find her before she gets away。好，好彩避开咗，即刻人急自生。黐孖筋，终极难玩。地獄難度，呢個就係講俾你聽，一個人真人要一打，一打十係好難，真人近乎零可能性，你知唔知啊？呢個故事啊，講俾你聽，你咪望過嚟，望咩啊？呢度冇人啊！你又会知呢度有人写，佢即刻计角度 I P 都唔使计，你睇呢啲咁嘅黐筋，靓波，我好贱噶，低能我已经识用零距离战法嚟护身，我避得一次避唔到一次，总之我一杀人。那个方位已经不用了，好像追击手那些这样。好，好烦，翻身啊，吓死你啫！佢依日我以为系佢见到我。冇啊！佢決定唔俾翻支箭我。
死殘。嚟啦嚟啦嚟啦！呢個契弟，好暗度陳倉呢邊啊，懵丙，黐線點解會見到咩 girls out here？ 完全唔合理啊！我覺得我點解會俾人知道？啱啱嗰下。啲十字包都系多余，我中一枪都瓜老衬啦，咁我有咩用咧？十字包啊，有冇人话俾我听？补唔补血我都系死路一条，我讲俾你，我好肯定，我冇嗰个时，我包扎完个伤口都系俾人一击锤打就变白痴啊！走啊！呀！我都有枪啊，懵丙。真的？咩？有咩 ？AI 都识转路线，我转唔转边？我去边条路？我觉得都系难度都系差唔多。我夹落去，我杀呢个已经杀得好顺怂，有冇人觉得？又唔俾人攞箭？哇！啲箭，嗰支箭去咗边啊？黐线！断咗啊！绑飞刀用啊，大佬！两位要加注射。有冇癫佬啊？有冇痴汉？哇！已经有痴汉痴线，仲唔开收工模式？好难玩啊，大佬，已经唔系而家咁铺。散，我喺度收工。系啊，浴血战场，好似冇人。嚟啦，有个契弟。走出去。